拿到吗？ 蛋糕买回来，给九哥打个电话，叫他过来拿。我也不知道下班了没有。 你做好的，喊你过来屋里。啊，没有，你过生日给买买给你买么子味道不的喜欢么子，买个蛋糕嘛，过来拿嘛，好不？蛋糕咋个随身去蛋糕啊？随身去，那你过来拿啥点儿，我买回来了，带我煮嘛。那个咸么子，啊，过来拿嘛哈。 马上就来了，去接点水。还有没有水呀？好几天都没水，还是没水，怎么搞喂？这个冲凉，我们。
这边老是停水，没有水怎么弄？你等一下问一下酒杯那里有没有水。等一下。这个蛋糕蛮漂亮的，酒杯他说他最喜欢吃蛋糕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水果。在的。给你买蛋糕。好好吃。果生，我没给你买么子，昨天买过。嗯，没喝到。果生没给你买么子，找不到你喜欢么子，怕买衣服我买不合适。我都客气外面喽，在屋里那边买锅灶也不好弄环境，那些买水，你妈有水没得？我们那里有水。你妈有水啊？嗯。我买个停了几天水，天天买水冲凉一点儿不方便。哪里弄的水啊？下头要不去接点儿楼，一楼去接。方便。我那里也隔点儿远。嗯，我下头去接水，接水上来烧水煮凉。啊，买点水果的，看你喜欢不？烧的太有心了，喜欢是吧？喜欢啊。还行，嫂子。也没得，我说那就过生嘛，一年一会儿，知道不？好生一年一会儿。以前在屋里嘛，妈他们带的嘛，经常弄不起的。妈没带着买，就买一个么子。可以了，那个牛我最喜欢。喜欢。啊，朋友们，我二嫂真的是太有心了啊！他知道我，其实我最喜欢吃蛋糕，以前我小胖妞，那时候我们俩吃的，他是最爱吃的蛋糕。胖妞也是喜欢吃蛋糕。你们两个都喜欢吃，我们那些孩子不喜欢吃。看到嫂子给我买那么大的蛋糕，真的很感动。这个么子感动哦，爱的噻。嗯。在外面真的是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啊！真的，嫂子对我们那是没得话说。那时候我们那是那出来吃夜宵吧？夜宵啊？夜宵。我那个是才买的回来，我冲凉了，你先去嘛，把蛋糕先夹过去，我冲凉了来。要得要得，那我先点好点了，你过来哈，打电话。先压过去吧，压过去，我冲上两下我就过来。行，这样子。嘿，不管行不走，你在那儿接他们路上。嗯，他们一路。嗯，要得要得，一会儿过来啊，你先去吧，我等会儿来冲两下。好，你先去啊。